先要上场的这位，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，说他是歌坛劳模，但是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些他做过的但是大家不了解的事情。他主持过节目，他解说过世界杯，他还得过电视剧的最佳男主角，他还给100多首歌曲填过词，包括《红日》。猜到是谁了，对不对？经典有机。今天呢，他要在舞台上展现大家又没有想到的他的另外一方面的风采——舞蹈。而且接下来这个表演很不公平，因为是重磅出击，将会是两个人联袂的点亮舞台。除了有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之外，还有他的得力搭档，也是唱跳俱佳的一位魅力女王。那接下来就请他们两位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刻不容缓。然后到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舞台呢，我们变成对手了，所以我想在最后的一集，我们重组回到我们最原本的那个状态，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如何的强大。